对日本熟悉起，用日本的咖啡公司，许多台中站关山军田公里山起开一间咖啡农场。因为是叫努力，所以从新竹认真一批客家农，将有东兴、广兴来几家西兴的客家庄。台中站政府里下是用客家咖啡产业做主题，期盼为其改良业的产业推广发通。好彈緊鋼琴手，跳舞人團隊應該都係跳舞。一批嘅多咖啡曲，客家咖啡聲音真難學，現中景觀表演見識咖啡。昨天日本數嘅時節，台中縣關山鎮天光里嘅有一位行人，專營於日本咖啡公司，而且工人細個來嘅。我係是從羅湖嘅一條江啦，年代呀天光一片啊，哦東片山嘅天光嘅年代，日本時代就有種咖啡啦，功夫口。细胞细都细唔饱，那又引起林咖啡啊，还有就是飞提鱼啊。虽然部分推动的客家移民，老咖啡有历史的关系，不过二战过后，当地的咖啡人逐渐飞提的，一直到廿四年，推动陆续有更多人种咖啡，将又变作新的经济产业。不过客家系的咖啡农杀动少，从出入这边哦，一直到哦池上，还是有一些啦，但是比例明显就降低了，比如说。现在有台东有14个产销班，那关山龙尾就没有产销班。这种咖啡吼，啊较散淡的啦，像原住民啦、福佬人啦吼，这都因为俺的客家人农村耕田较多，啊，搿个原住民去耕田。周同杰，全台东咖啡种植的面积有270公顷，就算客家系的耕种人占未少数。同业民政处还在托给中国南非一条有名的咖啡农，盼你客家咖啡生意增长，一部民众客家饮食，推动咖啡的好面子。客家新闻陈国明，台东报道。